奥利一开闸快，洛欢腾又是跳一跳啊！睇翻前面啊，嗰只大热门嘅奥游战士出闸快，慢慢压出去噶啦。红眼罩爱兰有呢只霸性啊，最入啊性感啦，咁啊同埋橙色眼罩阿凡达啦，马林中间咧响前面嗰堆啦，黄衫紫色眼罩英之友啦，蓝眼罩第五位咧就叫关健康，再后边灰马平海欢声啦，咁啊中间夹住大当家啦，仲有只与你同行啦，再有啲线见到玉马新星啊，大约尾三。是那隻天鹿尾爾多紅利包尾分道笑話，好了跑了一半，阿凡達就在入面佔先一點點，看到愛蘭米茲奧遊戰士已經上來了，跟著後面還有紅眼罩的霸星，藍眼罩還有叫關健康，紫色眼罩英之友，入面上最多的就是天鹿，最入還有快樂歡騰，接近終點奧遊戰士一樣再以一個神操姿態這樣贏出這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叫關健康，第三名就相當接近了，爱兰位置红眼罩是霸星，入面橙眼罩是阿凡达，都是跟手前面的马回来，没得追的完全。奥游战士看看潘顿望了多少次电算机了，很轻松将对手远远掟得赢出这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叫关健康，至于第三名近点要影响了，爱兰红眼罩霸星，入面橙眼罩是阿凡达。